是一个老年的男性，72岁，是从呼吸科转到我们科来的。这个病人呢，他是在这个左下肺，在胸膜靠近胸膜和肋骨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肿块，病人病变的这个直径大概有5个厘米，我们量一下，5.7个毫米，5.7个厘米，病变呢已经侵犯了胸膜，然后向外边突破，到了皮下，因此呢患者有非常严重的疼痛，他的肋骨骨膜也受到了侵犯，我们这次呢，第一呢是要准备给他再次做一个活检，以明确进一步明确病变的性质，看看，因为他对化疗是不敏感的，然后呢我们再多点呢对这个病灶进行微波消融，主要的目的呢是减轻患者这种疼痛的症状，当然呢对于减轻肿瘤的复合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我们设定的两个穿刺的进针路线，但是我们拟定的一个病变的上面的头侧片层面是这么一个穿刺路线，然后呢病变的足侧也是设定了另外一个穿刺路线，同时呢我们看在病变的非常下缘，这还有一个病灶，也是导致患者这个疼痛的主要原因，因此呢我们在这一点也给他做了一个路径的规划，准备专门来进针的。这是我们在局麻醉的过程，在病变的最大层面我们给他做皮下呢做了一个局部麻醉，然后逐渐的进针，这是第一个活检针，活检针，这是足侧的一个微波消融电极，电线，那么这是两个微波消融的天线，采用这么一个布针的策略，分别在病变的头侧和足侧，然后位置比较满意，我们启动了这个微波的消融，采用80瓦5分钟，进行消融，这是消融后的一个情况，我们看病变的这个远侧已经出现了气泡，出现了密度的减低，然后但是近侧呢消融范围还不够，因此呢我们又追加了，继续追加消融，这是追加，又继续追加了5分钟以后的情况，病变消融的大部分被消融掉了，然后每个针呢都往后退了2个厘米，然后对病灶的这个近侧进行进一步的消融，就消融完以后呢我们把2个针分别就消融针道拔掉了，拔掉呢然后对病灶的最大层面包括这个肿瘤侵犯已经突破肋间隙的这些地方呢给它做了进一步的消融，然后病灶的足侧这个位点也做了一次微波消融治疗，那么对这个中间最大层面我们给它做了另外2个位点的补充消融，这是最后消融结束以后我们把针拔掉，我们看看这个肿瘤整个的消融范围还是比较满意的，大概覆盖了我们拟定消融的这种范围，而且呢病人情况很好，没有发生我们看肺泡，没有出现气胸等等的情况，这是